还没出现，爱你的非你所愿，在你一生里面，你准备爱几个人？早知道这种感觉，所以不敢说永远，却又希望能够得到一份爱恋。总是不停逃避谈感情，总是害怕自己不能够拥有真心，谁也不再是谁的唯一，那些古老的爱现在已不再流行。他们都说不要谈感情，所谓天长地久是那么遥不可及，轻易开口说永远爱你，不是伤了人，也许就是伤了自己。你只有一颗心，一份完完整整的感情，是伤